2014年撼动人心的凄美爱情巨作《百年新娘》，前世的缘分，今生的纠缠，百年真爱能否战胜一切？如果这是我的命运，我会勇敢地去面对。他一定很痛苦，但是我却没办法为他做任何事。绑在一起就永远不会分开，即使要走过会刺痛心脏的荆棘路，我爱你。9月2日起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《百年新娘》。